11月9号，记者在华中师大朱海附中校门口看到八台量身定制的专线公交车一字排开，学生们有序排队依次乘车，现场秩序井然。作为专线首批乘客的朱耿孝同学和王海怡同学体验了公交车的便捷服务后纷纷点赞。学校开了这个专线之后，为我们学生减少了很多通勤的时间，就是让我们方便了很多。我觉得学校这个措施很给力，因为转车还要过马路啊，然后要等车，确实是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也会人流很多。开了这个专线之后又很快，而且家长啊对我们就是安全也就是更放心，然后我们自己的安全有一个保障。据了解，华中师大朱海附中位于斗文区前务镇珠峰大道旁，距离珠海市区较远。目前在校师生共有50个班，2300多人，学生分布在全市多个区域。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常规公交车次少，等待久，路上堵，导致学生回家晚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华中师大珠海附中与珠海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对接联系，反映诉求，并得到积极回应，为学校师生量身定制从华中师大珠海附中直达湖心路口公交总站的校园公交专线。家长呢也不用再过来开私家车过来接了，这样的话家长的负担也减轻了，我们每周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们老师的负担也减轻了，所以呢这是一举好几得呀。公交集团总公司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了我们学生珠海学子回家的路。据悉，华中师大珠海附中学生每隔2周周六放学一次，根据学校作息时间，华中师大珠海附中公交专线每2周的周六上午11:10至11:45开设一次，每次安排8辆公交车，从华中师大珠海附中校门口直达湖心路口公交总站，坐满即走，中途不停车，实现了学校到湖心路口总站点对点一站式接送，将原先70至80分钟的车程压缩至约半个小时，使得学生们的回家路更为安全快捷。像我们这个学校这里，离那个公交巴士站有好几百米远，考虑到学生的安全，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是说不就尽量的保证学生能够尽快的回家的原则，就是把我们开通了这个叫定制专线。最主要是它就是点到点的服务了，体现了第一个速度的快，第二个就安全，保证的学生呢，从学校那到湖心路口，就是有个快速的到达。据悉，目前珠海公交巴士斗门分公司共开通了2条学生专线，一条是斗门一中到湖心路口总站专线，一条是华中师大附中到湖心路口总站专线，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和便利的出行条件。